看这一题，他问说水的折射率是1/3，那红光它的频率是 7.5×10^14，那他问折红光在水中的 A 选项，他说速率的话是等于那个 m/c， c 的话是在真空中的光速了，是电子3×10^80公尺每秒，那 n 的话是1/3，所以这个多少？这个是9哈，啊乘以多少？100×4是25了，乘以10的6次方，这样子，9×5=45，9×2=8，所以是2.25乘以10的8次方，啊这个是公尺每秒，所以 B 这个选项呢，A 是错的，A 他说3×10^80，那 B 这个选项是对的，B 就是这个答案。好，啊 C 频率没有变的，频率的话都是 7.5， 所以 C 这个选项是对的。这样看 D 的话，在水里面的那个波长它这个，这个波速是等于这个的，那它的那个波长在水里面的波长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 v×f， v 是2.25嘛，乘以10^80，那 m 是7.5乘以10^14。好，那所以它波长很短，7.25 的话，这个多少啊？5×5=55，5×4=20啊，5×5=25，这是5×3=15，0.3，5×9=15，所以这是这约分的话，这是0.3，所以是3×10多少？这是7次方了7次方减掉14次方了，这是不对，这0.3这个是8减1的话是7次方，7次方减掉14是-7啊，公尺。好，所以他说400纳米不对啊，这应该多少？应该是300纳米。300×10^9次方米嘛，所以应该是300纳米，不是400纳米，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。好，那一波长300纳米就对了，一的话就是这个答案，所以一是对的，所以应该选 B、C 跟 E。